呀，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天堂。一部作品优秀肯定有很多因素，但是在商业和大众人气等方面获得成功一般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靠剧情支撑，第二层是靠人物支撑，而最高的一层则是靠世界观支撑。这些层次和动画本身的质量不一定等比，但却和厨力等比。你会发现死忠粉战斗力最高，最能和人刚的都是第三层，比如行月以及一些较为经典的美国漫。但是在宅圈人群基数最广的却往往是第二层，毕竟为了老婆老公掏钱简直就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人物的成功又可以分为内在的成功和属性的成功，内在的成功取决于作者讲故事的水平，而属性的成功却越来越难以复制，因为作品越来越多，气势感也越来越多，加上很多作品还贪心不足蛇吞象，弄一堆角色各个属性齐全，然后为了鲜明把每个的性格都使劲往最极端的方向拔，搞来搞去最后能不能成功还是要靠内在。而就属性成功这一方面，我觉得最成功的案例莫过于《御会大作战》这部动画，一部在日本人气平平的新改，甚至连制作公司都倒闭了，最后纯靠一堆属性各异的角色和他们同人本子，吸引来世界各地的大批角色厨，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青春。在各种角色投票和萌战中披荆斩棘，纵使第二季崩成马，愣是诈尸宣布推出了第三季。那么这部作品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呢？其实一开始让我看这部动画我是拒绝的，约会大作战一看就像是什么恋爱言情剧，2013年是我入宅的第三年，看番的喜好正值中二，所以这样的标题显然不适合我。然后我就每天提拔微博看着各种狂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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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丝奶狂三，抱着好奇一查，这番有战斗元素，妹子一个个还穿挺酷炫，于是稀里糊涂就入了坑。结果看了才发现，这玩意根本还是一个打着魔幻战斗幌子的日常恋爱番嘛。本作的设定是，这个世界上出现了一种非常可怕、威力堪比核弹、动不动就炸的生物，叫做精灵。此生物强大无比，以目前人类的军事水平根本无法与之对敌。而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世界，至今是个谜。于是为了世界和平，对抗精灵部队得出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牛逼方案。那要是让男主和他们约会，让他们娇羞，然后陷入爱河，这样就可以避免他们爆炸。What？ 从来都是听说恋爱减智商，如今终于开始减战斗力了，我的妈呀！设定上，男主拥有通过接吻可以吸收封印精灵力量的特殊体质，所以说嘴是炮，舌是枪，输出全靠小流氓，重新定义了什么叫舌战群儒。换句话说，既然不能在物理意义上操翻他们，那么就换一种方式，真正意义上操翻他们。不得不说，至今看了许多拯救世界顺便谈个恋爱的动画，但是这种为了拯救世界而谈恋爱的还真是不多见。月战的剧情其实很普通，就是出现妹子，然后想办法攻略的套路模式。但相比之下，它的许多设定真是槽点满满。这片子里有很多路人配角之类的角色，都是充满了奇葩逗逼的气息。首先就是这个所谓的智囊团，真的是绝了。虽然我知道你们是在玩 gal game， 但是既然是奔着攻略去的，不是为了刁难玩家，为什么非要我那几个一看就是狂掉好感度的错误选项？然后这几个弱智还总能准确无误的选出错误答案，堪称反面教科书。后来一看介绍，发现这几个人都是离婚大师，其中有一个人离过14婚。也不知道这舰队的人什么时候产生了结婚次数多就恋爱经验一定丰富的错觉，这尼玛可是天天离婚被甩的人，难道不是说明他是终极钢铁直男吗？当然逗逼的不仅智囊团，还有这三个逗逼妹子，万年吐槽役。其中这位眼镜娘估计是因为酬劳最低，录一句把机器哭发能用2季，反正出场再多台词永远都是这一句。你以为这就是逗逼的极限啦？不，还有旁白。本作的旁白可能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风格旁白的开创者，除了最开始2集介绍还算是正经，之后越来越奇怪，用一种恢宏大气仿佛介绍史诗一样的口吻说着一些乱七八糟的内容提要，真的牛逼。然后不得不提的就是这些动不动就性格分裂和反常的妹子，这个作品给人的感觉就是人物都是双重人格，情侣换性格，全换发带，白发带单纯可爱，黑发带高傲腹黑还带点 S， 真是看颜色识性格。石香一开始那么高冷，结果2集一过飙机就变成吃货傻子了。四四奶搞一个玩偶娃娃，一开始还以为那是用腹语术表现傲娇，结果后来发现真的是人格精分。这智大师一开始战斗起来那就是个女神范，后来一到和男主的日常发现少了一个金子，整个一女流氓。狂三就更不用提了，成群成群的分身，那就一个自攻自受。八五倒是不用精分了，人家直接设定就是双胞胎。美酒本来是一个百合，硬是给男主掰直了，而就连我们男主都要摆上一发女装大佬，感觉这个作者不把一个角色弄出两种性格反差就不舒服司机。最后也是最大的槽点，就是该做人物的名字，渊一真实、本条二雅、十七狂三、四四奶、五合清理、星宫六残、七岁八五、六霄美酒、一刀神持香，那是把一刀神给错了一遍。之前曾经想写一个里面包含一到十动漫人物名的对联或者顺口溜，直到我看了约战，就对这一挑战失去了兴趣。当初看动画我就觉得不对劲，这帮精灵怎么名字里一个都有数字，是不是精灵一共有10个？后来觉得应该是巧合吧，你看男主的妹妹是指挥官，名字里也有数字，然后完事一看，好嘛，原来男主妹妹也是精灵。后来又想，不对呀，这指大师是战斗部队成员，并不是精灵，名字里也有数字啊。结果再往后一看啊，好吧，怎么也是精灵。于是那个时候我就猜到了，之后肯定还有其他名字里带数字的人物出现。而且这个精灵后宫团一共是10个人没跑，一查小说果然不出所料，虽然后来又冒出几个类精灵，
不过大体和我猜的一样，而且这十个精灵的武器分别对应了卡巴拉神经之术的十大支点。一查卡巴拉，冒出的犹太教旧约，尼玛，日本动画怎么这么喜欢把这些圣经啊、新约啊、旧约啊这类的元素拿来用？是觉得牵扯宗教显得很牛逼吗？后来我心想，这种从一到十带数字的，处处可能有联系，并且自带强大力量的神秘物种，这设计怎么这么眼熟呢？仔细一琢磨，哦，火影。那么既然说到人物名了，就来吐槽一下本作的角色。时间有限，这里只说第一季的五河世道男主，肩负拯救世界的重任。主要任务就是跟精灵小姐姐拌嘴，每天最大的烦恼是如果同时应付多个女朋友还能不后宫失火。妈的，这烦恼我也想有，经常出门约会，在多个女人之间来回周旋，为了撩妹苦学 girl game， 被群弱智队友各种坑，最后发现实战还是得靠自己随机应变，拿生命攻略位子的典范，上过刀山下过火海，未知百合穿过女装，后宫男主界性转四天王之一，说到底还是脸好，不然地球早晚堵得，难怪这个世界要看脸。夜刀城石香定义上是本作女主，实际上是本作吉祥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名字里面的数字最大吧。身披铠甲的女剑士，吃货，好巧不巧，上一个就要设定的人也住在了一个名字里带柿子的人里边，两边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每天喊着侍郎再来一碗，侍郎什么时候开饭，侍郎今天晚上吃什么，一个每天喊着师道这是什么吃的，师道这个好不好吃，师道你买这个给我吃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女骑士属性都这个命，以后转身去二次元的妹子最好别拿钱，变成吃货上也还算好的，运气再差一点可能就和这货一样了。四四奶，动漫史上名字被人念错最多，纠正念法最多的角色。四细奶，四蜜奶，四四奶。字面意义上的冰雪萝莉，电视机控，坐拥萝莉身体，过着老年生活。别人忙得不可开交，天昏地暗时，他基本都在看电视剧。萝莉控福音，所有精灵中最人畜无害的存在。曾在世道暴走时期，仅凭一身泳装猛点将其摆平，堪称萝莉界一霸。冤医折纸，本作最惨角色，打了一辈子精灵，结果自己变成了精灵。找了半辈子杀害父母的凶手，最后发现凶手就是穿越的自己。生活上的淑女，感情上的流氓，面对世道时永远不知道他的下限在哪。主角曾经试图在约会中靠过分的行为惹恼对方，结果各种 play 都试了一遍，发现自己的尺度底线远不及对方下限的十分之一，所以失败告终。恋爱观极其不正常，却能给人担当恋爱指导，并收获了折纸大师的称号。对此我表示臭不要脸的，对男主耍什么流氓，有本事冲我来。十级狂三，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卖属性角色，书院站人气共10斗，狂三独占8斗，情侣1斗，愚者共分1斗，这话一点不假。黑发双马尾，异色瞳，黑丝，格斗萝莉，美艳中带着优雅，优雅中带着神秘，神秘中带着色气，色气中还带着杀气。虽然有时候一副病娇痴狂样，却让人产生一种牡丹花要死，斗鬼也风流的感觉。色气就是骚，但骚过就让人觉得廉价，而狂三的骚恰到好处，给人一种他随时可能会推了你，但是你想要推他，搞不好还是搭上命的被动感。靠着一张脸称霸本子圈，靠着分身多，各种 play 玩个遍，而且这舌头我能舔一年。最后说一说五个情侣，这可能是该作最接近于 NPC 的人物，主要负责吐槽、发配任务、推进剧情，本体可能是发呆、颜色式性格。可能很多人很奇怪，这个角色的特点比其他的妹子淡了太多，论双马尾的魅力比不过狂三，论呆萌比不过石香，论萝莉属性比不过四四男，论颜值可能连他哥的女装都比不过。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能和狂三的处理一较高低，还引夺了世魔魔王。难道就只是单凭一个妹属性吗？其实你仔细看就会发现，人家还真就赢在妹属性。在别的角色都需要主动出击攻略的情况下，情侣省去了大部分吃力不讨好的剧情。有一期是要男主攻略他妹，经过各种想法试了半天，最后发现根本没必要折腾，人家好感度一开始就是满。有些人可能很奇怪，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痴迷于二次元的妹妹，却对三次元真正的妹妹不屑一顾，甚至十分排斥？因为你仔细一看就会发现，在二次元中，妹妹这种角色大多都是天生好感度满级。作为从小在一个屋檐下长大，比青梅竹马更加知根知底的角色，动画中的妹妹总是无条件的喜欢哥哥，依靠哥哥。就连通奶这种天天摆臭脸的，看到最后还不是个天真胸控。大部分人在恋爱和追人的过程中都在努力付出，并且大多会感到付出的多，得到的少，没有公平感。唯有二次元的妹妹不离不弃，根本都不需要费心。所以说，到底为什么喜欢情侣？因为不劳而获爽嘛。再加上人家还是指挥官，天天主动教男主怎么去撩妹、清理后宫。上一个这么拼的还是小姨子，现在换成妹妹，你说能不火吗？总的来说，约战可以算是日常魔幻恋爱类动画中的佼佼者，实力证明了如今这个时代卖角色才是王道。可惜中国没有什么 BD 销量贡献，不然以他的人气估计得封一个天朝民族之力。当然了，这种恋爱攻略拯救世界的模式和精灵的设定也是本作的亮点之一，咱们现在来看依然不失为一部成功的后宫番。如果你喜欢萌妹子和后宫向，那么这部作品自然不能错过。而如果你还想更多的了解这部动画，感受这些角色带来的魅力，那就下载大型超人气动漫网游幻想神域的手游版吧。好消息，好消息！经典二次元网游《幻想神域》宣布推出手游版，并正式与《约会大作战》联动了。狂三、石香等多位人气角色将出现在游戏中与你互动，更有各人物精美时装，让你在游戏中来一把 cosplay。
我才不是个那条视角太狂躁的胖子呢。除此以外，初音未来、空之轨迹、闪之轨迹等超人气 IP 也黑游戏正式联动了。手游机上都有的奇幻原神、自由奇幻职业等核心经典玩法，并采用全角度无损电的 3D 投影渲染技术，还原队友的自由世界。你在端游中体会过的所有乐趣，现在手机上都能实现。官方邀请 P 站人气画师藤原操刀人设，大大提升游戏质感，并特邀丁宫理惠、枯江流一、毛野爱一、山田智和、尾玉贵、田村佑佳丽、佐仓林一等数十位大牌声优现身，更有职业创建云包选择系统，可以自己打造豪华声优阵容，简直是声控的福音。4月10日，手游版即将正式开启公测，在 B 站就能下载到游戏，也可以在 B 站或者官网预约坐等开服。关注幻想神域手游官网微信号，在后台回复一起约会，还可以领到小福利，快来游戏中体验约会的感觉吧。